工作的时候就是工作的很辛苦嘛，那时候就想说那赚钱的意义到底是什么，听到大家说台湾人就是要去单车环岛、永渡日月潭跟爬玉山，爬玉山，好，那我就来完成这三件事好了。结果我一年半就把这三件事情完成，那这样人生还有什么目标？想说大家都很喜欢环游世界，我要去六大洲至少踩过一次，接下来的两年我就真的去每一个州选一个地方去旅游，两年就完成了。然后完成之后我想说怎么办，我又花两年又再去了一次不一样的点。他很会设立目标跟达成目标，他其实是在追寻自己的人生价值的一个过程，所以他并不是为了那个目标而去做这件事情，他在找寻自我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些目标才去完成它，想要知道说人生还有什么可能性，回头看说不会遗憾。我当初也是在找寻自我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尝试各种可能，我的尝试可能就是像是我后来有开了咖啡店，然后我就去学了很多东西，不断去思考很多的问题，我们两个其实共通点是这个，只是完成的方式不太一样，这样很不一样。我们是在研究所的时候认识的，所以我们认识了13年。很白的女孩子，像个小公主一样，但是她在那边抄作业。我就觉得她很烦，因为她很像道德魔人，盯着我，就是你关系变好，是因为我们去绿岛班游。在绿岛的过程中，其实她也蛮好相处的，聊了很多东西。然后他其实学生时代就是一个很贪吃的人，那时候其实我也是一个很贪吃，从小就是也是蛮喜欢到处街头巷尾找一些美食。从班游回来之后，有一天早上聊聊聊，就跟他讲说，哎，要不要一起去吃早餐？他就说好，然后我就立刻推荐了一个口袋名单，我们就两个一起去吃早餐。其实他那时候最吸引我的就是他贪吃这件事，所以我每次约他就很好约，他就觉得又有东西吃了。兴趣就是看书，他都是看认真的或是一些线上课程，其实我是很佩服他的。开咖啡店的过程有很多很辛苦的部分，可是小花很厉害，他都会想办法去完成很多很多很琐碎的事。那时候一开始去我就说这个菜单好烂哦，怎么选择这么少，他就说他有在研发。我过了一两个月之后，他的菜单就慢慢的补足了，很多的菜色是我也没有想到的，可是他做出来也很好吃。我们叫李三咖啡，李三咖啡其实是很多人一起完成的一个作品呢、啊。到后来也是有蛮多人蛮喜欢这个空间，每个人在这边也都贡献了自己的一些心力，不敢说做了真的是很多东西，但是我们的确是关心了很多很多以前没有想过的事情。慢慢的也是让我学到很多很多，我甚至觉得不输以前在工作的时候学到的东西。如果没有这样的尝试，可能这辈子永远不会知道这么多面向的东西，你也不会去思考自己是什么样的人，觉得这个都是一个很棒的过程。其实他符合很多很多完美老公的项目，他又会做家事，又会煮菜，然后平常也不喜欢花钱，周末又很乖，就是自己在学习成长。哇，他完全没有欲望的一个人，连衣服都永远都是穿那几套10年前的衣服。心思也算是细腻的，应该是说我会去观察他现在想要什么，比如说他现在可能需要个下午茶，他就说哎，你怎么知道，我说哦，那不如我们订什么什么，大概是这种程度了。因为他其实他的欲望很清楚，就那几样嘛，就是吃东西，然后可能就是要出去拍拍照这样子。工作之后我就真的是非常认真在工作，而且我那时候假日也都在上课。很多人会觉得很羡慕他，说去了那么多国家，然后花了那么多钱，但他们其实不知道是他几乎把所有的钱都花在出国，所有时间都花在这些他想要完成的事情上面，很极端的一个安排了，很像苦行僧。对，就是要用这种方式才能平衡我自己，因为我疯狂的工作了，所以我就要疯狂的去体验。我存的第一桶金的时候做的事情就是带我们家一家五口去帛琉玩，100万马上就缩小，大幅缩水。但是我那一次这样花钱，我就觉得
很值得，因为创造的是我们家很完美的回忆。他其实年轻的时候是一个很抠门的人，他对自己非常的节省，印象很深刻。是我一开始的时候交往的时候，我送情人节送他巧克力都会被他骂，两三百块买巧克力就被他骂，他觉得我在浪费钱，变成我和其实很少送他巧克力或送他花，就会说其实现在巧克力我 OK 哦，他就说不要，你之前都在骂我。其实我很少去买物质的东西，如果要花钱，我更愿意花在感受、体验、家人的回忆上。我们两个经历了大概是三个阶段嘛，学生时代寻找自己，开始工作那段旅程，后来我们一起创建一个网站，我当过他半年的老板，还没有当过老板，所以他比较像个惯老板很严格，比较严格一点。突然间比如说下午2点，然后就丢我说你现在在干嘛，我说我在整理一些数据，你今天做了什么事情但其实那时候我连六日我都还是跟他一起工作，所以我根本就是一到日都在做事情责任制结婚要决定的事情太多了，价值观的冲突也会很多，我们不是所有的价值观都完全一致，我们怎么去克服这样的问题呢？这个过程让我们觉得我们更像队友。非常谢谢你一直都陪伴在我身边，即使中间我们有短暂的分开过，过程中你一直不离不弃，还是一直很在意我，给了我很多的支持，那我觉得这一路走来真的不简单，真的是很谢谢你。你就像是小精灵一样，在我生活周遭帮我做很多很多的事情，我才能学习成长这么快，都会给我那些很真实的建议，但是我现在知道这些真实的建议很有帮助，所以我都会想要听你的意见。我觉得我们是最好的知己，然后也是最好的队友，我相信接下来很多的挑战我们两个一起的话一定可以共同去度过的。